அந்த வைரஸ் நம்ம உடம்புக்குள்ள வந்துருச்சுன்னா அதுக்கப்புறம் மனுஷனுக்கான எந்த ஒரு உணர்ச்சியுமே இருக்காது. それだけ暇な動物だからさ。だがな、それこそが人間の最大の取り柄なんだ。心に暇のある生物、なんと素晴らしい。だからな、いつまでもメソメソしてるんじゃない。疲れるから自分で持ちな。俺たちはみんなここで生まれて、ほんのちっぽけな点での理解を繰り返し、積み重ねていく。